有这么一支小队，他和向日葵几乎同时创建，但和向日葵不同，他更团结正能量。但现在在网络却看不到这个小队的更新了。西红柿小队一支正能量小队，咱来看看西红柿小队的视频。Hello everyone, we are the Tomato Team from China. We ar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Japan and the Korean clothes. I'm sorry to tell you, this is first time we have decided. Good luck, welcome. 可以看到西红柿小队真的很霸气，但是就是这么一支团结的小队，现在却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同时成立的向日葵却人气火爆，可能很多人到现在才知道还有着一支西红柿小队。在当时，西红柿小队也是国际服沙漠霸主，天天都会去逗老外，当时也会天天看西红柿小队的视频。但现在西红柿小队也不更新了，看到的都是以前西红柿小队的视频。不管怎么样导致西红柿小队不更新，我也会一直支持的。 Welcome to the tomato flock, first of all, we love to say sorry to you, you have the misfortune. 本期视频就要结束了，那么咱下期视频再见。